各位观众，早上好，这是民进火拍的主持人陈小平。今天呢，我请一位嘉宾来谈这个贸易战和金融恐慌的关系。那么呢，我们正好呢也要谈谈这个这位嘉宾自己对中国的系列危机的预言就是现在这个贸易战会不会引爆中国的系统的危机？那么这个系统的危机呢，会不会从这一波金融恐慌作为导火索开始？现在请我们的导播将嘉宾请进来。邱伟平先生您好。小平老师好。民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两个大事就是贸易战这边中国和美国马上就要真的就是面对面开干了7月6号吧。是。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最近中国的这个金融恐慌的出现就是已经有人开始提出这种警告。中国的有一个智库发布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告这个智库呢是中国社科院下面呢，就担心这个贸易战引发这个金融恐慌这是一个信号。另外呢，就是人民币汇率在变化还有一个就是股市也在变化。对这一系列的迹象呢，都怎么串起来？你作为一个专家呢，所以我想今天听听你的意见。所以我首先想问，就是这几个事情怎么理解一个就是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这个变化有的人知道说急跌还有一个呢，就股市的这个跌大跌再就是这个现在老百姓感觉这手上的这个换美元越来越难了这几大现象是不是跟金融恐慌有相当大的关系？好大家好。因为最近首先是那个 A 股就是中国的股市一直在下跌，然后跌的幅度也很大，然后甚至已经跌破3000点，现在到跌破2800点，有可能会跌破2700点。大家确实是中小投资者表现一种恐慌的这种情绪，然后同时呢，那个人民币汇率呢也是在急剧的贬值，然后贬值幅度也是比较大，从 6.27 呢现在到6.65左右，那前两天其实高甚至到 6.7， 然后又下降了一点点。那这个公众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说换美元越来越难，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吧，它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首先说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人民币汇率可能跟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是有关系，大家都很在乎，但是实际上我们在2-3年前就一直在讲这人民币可能它本来就是被高估了嘛，它如果贬值是正常的，就在国内人民币一直在贬值，因为一直在超发，贬值是很正常的，但是它在国际上有一段时间2017年它是在升值，反而是不正常的。我认为现在的贬值是完全正常的，而且这次贬值很奇怪的是，升值的话，人民币升值是有央行在背后操作，它因为某些政治的原因或者其他的考量在操作让人民币升值坚挺。那实际上这一段时间，因为在7月6号要正式开打贸易战的这个前提下面，然后中国政府央行它反而会没有去操控这个人民币的汇率，或者说没有去挺它，所以它自然而然呢它就会在贬值这个是很自然的过程。至于说它贬值的幅度是不是在央行想象的范围内，它可能也担心说有点失控，就像这两天他们央行呢也坐不住了，出来讲话说那个人民币会比较稳定，大家不用太惊慌，大概是这个意思，甚至是背后也有可能会操纵了一下，然后出手了一下，然后那个汇率呢又稍微又稳定了一点点总体来说我认为人民币汇率这个变化是完全正常，大家不用过于恐慌。如果人民币汇率它跌破了7跌破了8甚至跌破了10，那个时候才叫恐慌，现在只是真的是刚刚开始，根本就不用太在乎。我们在2016年底的时候人民币汇率是1美元兑 6.96， 现在才 6.66 左右吧，是不是所以大家这一点不用关注，不用太在乎。但是呢有一点要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中国股市的大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所以等一下等一下，这个秦先生关于这个人民币的问题我要问一下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就他这个是人民币本身总币有泡沫你觉得这个跌呢是正常现象，那么这个跌呢跟政府没有关系，你觉得是这是一个。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等这个政府发现它跌的时候呢，就开始出来稳定它，开始为人民币站台，这个时候有政府的形象，有政府的影子在里头，对吧？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正常的话，人民币下跌的话，比如说跌的幅度，现在大概最多从6.27到现在跌了5%左右嘛，是不是？这个幅度其实对中国经济现在的经济状况是有利的。中国现在如果跟美国开打贸易战，美国方面加税，那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不是弱了吗？如果人民币贬值，那你的出口价格就更低嘛，然后可以抵消这个美国加税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对，所以说中国政府他就默认市场就是这样，让它自然的跌。但是呢他又怕什么呢？如果跌得太厉害，比如说这么短时间你跌了5%，他怕如果说7月6号还没有到呢，对不对？如果一下子跌到再跌个5%，他就慌了，就怕什么呢？怕老百姓的预期一旦形成，大家拼命的国内国外拼命的去抛人民币，要持有美元，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得不偿失，就是过犹不及，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这两天我们看到他们好像有点紧张了，已经开始出来想稳定一下。那这里头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人说这个人民币这个跌啊，是中国政府有意为之啊，就是因为川普对中国这个要准备加税啊，那么中国政府呢，把这个人民币啊给它贬，是吧？让它贬了之后呢，抵消这个川普这个加税对这个啊对这个中国经济的冲击，是中国准备的预手啊。这是中国政府主动干预的结果啊，你认为是不是中国？你刚才好像说你意思不是这样。他这个干预是这样，要打个引号的干预。哦，打引号不干预。他不干预其实也是一种干预，大家明白吗？因为他如果央行只要那只手，他把他手松开，人民币自然就要贬。他如果控抓住了，现在抓紧一点，他就不贬，是这样。所以这段时间他其实是就手松开了一点，然后他自然的贬值。你也可以讲干预不干预，实际上就是两国博弈的一部分，目前来说是完全在可控的状态，并没有失控。okay. 谢谢。好，现在就是讲股市。对，好，这个股市这次变化我认为其实对大家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点了，因为直接的就是很多股民呢，就是中小投资者损失很多钱嘛，那个暴跌的大概20%到30%不等嘛，那有些个股可能跌的就非常非常惨，是不是？那这个原因就很复杂，其实直接的促成的因素当然跟那个大家对于贸易战最后升级，然后一个恐惧的心理是有关系。其实大的背景，其实我觉得有两个了，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像中国官方说的那么好啊，稳中求进这样子，实际上它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状态。然后企业的债务危机包括这些上市公司的这个债务状况其实都不好，然后他们其实风险会非常高。然后呢，另外一方面，美国呢那减税的政策大家都知道了，最主要它那个缩表和那个加息的动作，让整个国际上的美元都会往美国回流，因为美元在升值嘛，然后它的资金成本也会越来越高，然后所以以前低成本的美元出去从美国流到世界各地的，特别流到那些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美元都会回流美国。那这样子在股市里，比如说沉淀了可能有几百亿的甚至上千亿美元的那个资金，可能陆续的都要逃出来这样子。那现在只是刚刚开始的，如果说后续的这个加息继续去加码的话呢，我相信更多的在中国的美元那些国际资本会离开中国。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不只是看到股市的一个动荡了，有可能会像主要资产，比如说大家关注的那个楼市的价格，如果再出现暴跌的话，可能中国的情况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这是大家可能最关心最担心的了。那关于股市呢这个问题呢，正好我看到就是这个官方自然这个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室发布的内部报告，就是这个警惕出现金融恐慌啊。这个报告里头提到呢，这个股市有50000亿这种杠杆的资金在这里头啊，它的情形呢跟2015年时候的股灾啊是一样的，就是说他觉得这里头蕴含着巨大的一个危机。那么我就想问，就是说这个有的人认为中国股市已经没有泡沫了，但是呢现在这个股市下跌2700，是不是中国在这个就是清除泡沫的一个行动啊，还是人们预感到这个贸易战要来临啊，人们的心理恐慌啊，把资金抽逃啊，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符合您的分析？我觉得第一种说是清除泡沫的这个行动，我觉得是把中国的监管机构说得太高尚了。这个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是想象的，这是主动去清除泡沫。如果清除泡沫的话呢，那您刚才提到这个去杠杆，
这个杠杆资金高达5万亿，官方公布的实际数字可能会比那个5万亿会更高一点。这个其实就是股市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定时炸弹了，就是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已经释放了一点，就好像我们这一次的股市暴跌里面大概有二十多家的那个上市公司，它的一个股东大股东的股权质押出现问题，然后被金融机构平仓这样子，然后导致股价的进一步恶性的下跌。今年在3月12号呢，那中国的监管部门出了一个政策，就针对于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这个股权质押问题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规定，要求他们第一，你那个股权质押的比例呢不能超过50%，第二，你这个融资的资金呢你不能去做其他用途，只能用于实体经济去投资这样子。那之前说实话基本上没人管的状态，他们那个上市公司大股东把那个股票都质押在里面，然后融了钱他们去个人消费的，去买游艇买飞机的，还是说去做其他的高风险投资的，或者说已经转移到瑞士银行的账户里面，根本就没人知道，所以这里面风险其实是很高。监管人意识到了，然后在响应他们提出来这个叫去杠杆的这个大背景下采取这个措施。但实际上我们看的这个数据我觉得有点为时已晚了，在 A 股市场就有3489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都去把自己的股权就质押的融资金去不知道干什么去了。然后这个比例占多少呢，在整个上市公司 A 股里面有 99.15%。我看了这个数据我自己吓一跳，我觉得官方说是有叫什么5万亿的那个杠杆资金，还有场外的这种融资融券的资金，那可能不止，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我今天也想借这个机会提醒一下这个中国股市的这个中小投资者，这个股民朋友们要小心一点。如果中国股市现在2700点，现在只爆掉一点点，如果说它继续下跌，如果跌到2000点左右的话呢，再跌个20%-30%，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这个股权质押的这个就要爆掉了，这个危机就要爆掉了。那这样子的话，会造成一个更大的恶性循环，那简直是惨不忍睹这样子。惨不忍睹啊！这个说到汇率啊，这个是国家大事啊。说到了这个股市啊，是实际上这个里头是中产阶级啊、中上阶级在里面玩的游戏。那么最后我们就说一般老百姓感受到这个经济的寒冷啊，就是他们这个外汇啊。这个原来说是5万啊，现在5万早就很严格了啊。现在就是说能花在海外，我一个朋友到海外来刷1000块钱啊，都已经严格在控制。所以说对一般老百姓来说，感受到当下经济的寒冷的最直接的一个指标，那就是外汇不好换了，花外汇不好花了。那么这个里头呢，是不是反映就是这个经济恐慌里的引起的这个银行的危机、货币的危机在这里头？这个事情可能作为普通公众可能感受的比较深。其实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在一些媒体的报道里面也看到说有些地方比如说换美元是比较难的，你要真的是去银行换美元现金，你要拿你出国的目的，比如说你去留学啊，或者你去旅游啊，你的来回机票酒店预订啊，如果是寄学费的话，你要学校的那个账户啊。其实我在半年之前我就在我的那个评论节目里面预警过，其实每个城市每个银行它可能这个管理的状况不一样，现在可能就是可以叫全面的推开这样子。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官方对于它这个外汇的那个怎么说呢，外汇的管理它会更严格，然后它对于特别是美元外汇它会更加保护他们。因为为什么呢，一旦说中国经济出状况，这个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稳定整个经济社会的一个利器了。它如果说外汇储备降到一定程度，我们之前说3万亿是他们的一个红线，如果低于3万亿的话，他们其实很危险，整个国际收支可能就会造成他一些不平衡的问题，然后他们也主权，中国如果说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了，他自己也会爆发一些主权债务危机这样子，可能会不是他们所想看到的，他们必须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目前虽然五万块美金的这个每人每年的额度没有变化，但是实际上操作起来会很难，而且我预测说接下来会越来越难。现在是暗的，使得暗的通知说你给你设各种软性的障碍，让你尽量去不要去汇钱，尽量不要用。但是如果说随着说中美贸易战的那个激烈程度或者严重程度它可能随时会加码。这种加码包括但不限于什么呢？我想到的最多的一点就是他们可能会限制中国到美国的旅游，然后每年的花费其实是非常多，然后中国到美国的留学可能也需要审批，而不是说大家随便都可以过来。
那这样子每年可能会减少大概1000亿美元左右的这个外汇支出。因为为什么呢？外汇一旦紧张的话，它一定是要叫什么量入为出嘛，对不对？要开源节流嘛。它开源能做的可能就是比较有限。那美国如果说每年的那个外贸顺差是3700多亿，如果一旦打响了，这个贸易顺差肯定会下降，但是支出又那么大，每年的支出其实也是很大的。现在每年中国能源啊，还有粮食啊，还有很多其他东西都依靠外部，那每年消耗的外汇呢，大概也差不多在10000亿美元左右，这个日子可能以后可能就过得都要紧巴巴的了。那这样子的话，它尽量会减少支出啊。那对于老百姓来说，你从中国央行系统去换美元，当然越来越难了。有人在跟我开玩笑说，先生，我花自己的钱为什么不行呢？为什么他们要限制？那个钱，你账户的人民币虽然是你的钱，但是你要变成美元，你都要通过央行再换，因为人民币从来都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货币。所以呢，虽然你是换你自己的钱，其实也是在换央行的外汇储备的钱。所以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未来会越来越难，只会越来越难。谢谢。那除非你这个拿到美元，你不存到银行去啊，这样你可以想用就用。只要你存到银行的话，你就在他的控制里头了。也不能这么想哦。如果把钱放在现金放在家里，也未必是这样子。一旦在中国目前情况下还不是那么好流通嘛，除非经济社会出现大的动荡的时候，那个你持有小部分的美元现钞是有用的。但是你存有多的话呢，你如果从银行系统里兑换出来的，我也可以告诉大家，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什么措施呢？除了那些你存在银行里面系统里面的美元会给你强制兑换成人民币之外，如果真的持有大笔的美元现金在家里的话呢，银行也会根据你的那个兑换的记录，也会按图索骥找到你家里要求你强制兑换。他只要出一个法令出来，如果你私人持有美元超过多少，就属于违法行为，你必须强制兑换，不然会要治罪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老老实实的把钱都交出来了。就是这个政府跟老百姓的这个美元争夺战，就是可以看到的，是不是这样情况？是可以预期的。因为为什么呢？政府他最关心的是整个国家，他的一个看到的国家安全，也是他的政权安全。如果当这个外汇储备已经不足以支撑他的安全的时候，他会采取一切他可以采取的措施来保证这一点的实施。所以这个贸易战争夺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外汇啊，这个外汇是中国经济的血脉啊。这个昨天我看着您啊发推啊，说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交恶以后啊，中国将会限制赴美旅游和赴美留学，每年将减少100亿美元外汇支出。一千亿，对，1000亿外汇支出。我一想，真的是，这不就是回到这个闭关阶段的差不多了吧？对呀，现在就是我现在想问，就是说，刚才我们列举了这个股市啊，这个外汇，还有这个汇率的这个现象，我就想就是说，这些现象在最近这种出现啊。就是说啊，我们都知道在搞贸易战，就是它跟这个贸易战之间究竟有多大的一个关系啊？因为这个官方的这个自然的报告呢，啊，这个是社科院的这个报告，他已经说了啊，我不知道这个他们的论证成不成立。那么就是说这个贸易战的原因呢，目前可能出现金融恐慌啊，他们认为这之间是有关联性的。就是我就想问你，这种关联性有多强啊？他们这么论证，他说金融体系内部问题本身就不断啊，加上中美贸易战不断加码，新旧因素的结合，很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各行为主体神经高度绷紧，市场风险骤然升高，进而诱发金融恐慌。所以说这个一说金融恐慌的话呢，这个我的神经就有点紧张。所以说您是专家，我想请你听听，就是贸易战和金融恐慌之间到底有多密切的关系。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到底这贸易战该打还是不该打。说实话，这个贸易战跟大家的心理其实也是一种心理战嘛。它这个贸易战的确现在还没有开打，在7月6号才开始开打，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即使就是互征这个关税加第一期340亿美元的产品互加征25%关税之后呢，短期内在对于两国的经济社会实际的影响不会马上展现。它短期内其实是这个心理的影响，就好像7月6号还没开打，那中国股市就坐不住了，就大家就慌了，有人就要抛出股票了。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大家一种焦虑心理，这种恐慌心理的一种投射。
那其实在资本市场呢，这种事情会很多啊。你现在如果说打个比方，你别说开打，你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或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如果在真的公开的骂一架、吵一架，好了，放个狠话，就好像前段时间，去年吧，去年当时金正恩和那个特朗普在互相对骂一样。如果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互相对骂一下，我就直接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中美两国的股市可能都要大跌了，因为这是就是恐慌心理嘛，会引发这种投资者这种恐慌心理嘛。那其实现在，我觉得目前来说，可能会不宜过度的解读了这个官方的担心是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贸易战真的开打之后，会实际反映到外汇的程度，比如说外汇储备要减少，可能要3个月之后，你会才明显的看到说外汇储备的一个下降。然后，比如说对就业的影响，然后你可以3个月之后，你可以看到一些就业的一些失业的数据，失业率在上升，然后或者说你可以看到一些，外资企业的撤退，那这些东西是需要时间的，可能我觉得估计在3个月左右会那个数据会出来，但是对于公众层面，那个影响其实说实话就是非常非常微妙。如果说中国的这种，我们知道中国的这种媒体不自由嘛，他们官方在控制的这个宣传，他经常会想达到他的政治目的，然后会把这个东西夸得很大。比如说想跟美国关系好的时候，他就跟美国说的就很好，如果说跟美国关系交恶的时候，他又把美国说的非常不好，然后这个贸易战又怎么样，鼓励大家去吃糠咽菜的。我看到这个最近是北京大学好像是个副校长还是一个什么一个教授，在已经在鼓吹说上山下乡了，所以放200万大学生，对吧，然后上山下乡就到农村去，到农村第一线去跟农村同吃同住，去帮助农民致富，然后每个月每年的中央财政补贴多少钱的4000块人民币，然后一年大概补贴2000亿，已经这种调调就出来了。那如果说还有环球时报，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对不对，经常鼓吹这种中美贸易战抗战道理这种调调。那如果说那个中美贸易战真的是彻底交恶彻底撕破脸的话，那除了实际的影响，那其实对公众的心理影响会非常大。大家的这种恐慌心理，特别是这种对于投资人的恐慌心理，不管你是你就投了一个几万几十万的，还是说投了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更多的资金在中国市场，那这个心理影响非常非常大。一旦会突破大家的一个心理安全的这个防线的话，那个资金夺路而逃的时候，可能谁都控制不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看到中国的这个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次的这个中国债务危机可能会真的会爆发，然后这个叫什么，中国的爆发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的时候，就是中国的真正的民司机时刻的到来。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再去喊话给大家信心可就很难了。信心建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旦会丧失信心的话确实很快。现在来说，我认为他们是在疑虑疑惑忧虑或者说叫恐慌情绪在蔓延，但是呢还是在可控的程度，并没有到非常糟糕。我们可能会观察一下7月6号呢是一个时间节点，我们看看7月6号正式复征关税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公众情绪的反应官方媒体的一个反应。事实上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开打之后短期内是没有什么影响。你看现在这个比如说加拿大对于美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啊，也加征关税啊，欧盟也是啊，对不对，包括印度也是啊，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对不对，都是大国，大家也不是吓大的，就是不至于说风一吹就倒，一推就倒，对不对。但是长远来说对于中国影响我们也知道会非常大，所以公众换句话说给公众还是留一点时间，大家不要过滤的焦急，应该说现在你可以采取应该采取的措施然后去保证你自己的一个主要现在是财产安全嘛，后期可能是生命安全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不用太急，恐慌是没有用的谢谢。这个你这个意思观点啊比较有意思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贸易战啊对金融恐慌的这个关系呢你觉得是有条件的，尤其是跟实践性有关系，就是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啊这种东西呢主要是心理的恐慌，心理上的一些影响，对实质性的这个这个关系呢并没有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贸易战如果一直在持续，那么这种心理恐慌就会升级那么就会对人的财产和对这个对甚至对人生对这个人身安全都产生影响就是你提到了这个明斯基时刻。那么就是说从战略上来说的话就是说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这个谈判过程中，就是可以把这场贸易战的这种争执时间拉到了这个贸易战的初期，
都没有风险，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刚开始在，甚至于刚开始7月6号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中国政府还没有妥协啊，然后呢打了一段时间之后，中国政府说啊，我认了，我开始妥协，是不是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其实观察者们都在想说，之前都觉得中美之间实力的差距，中国呢政府肯定会妥协。我知道很多观察家一直在讲，中国一定会妥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其实虽然之前尝试了几次谈判的努力，但最终是无果而终。7月6号看样子是必须得打起来。其实真的刚开始初期阶段打起来的话大家都扛得住。其实在半年到一年内我认为两个国家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说持续一年之后，我觉得两国都会有一些负面的反馈出来。这个时候就看这个国家他对整个他们自己经济社会的控制的能力，还有他们自己跟公众的那种关系会不一样。我讲到说中国政府呢他肯定是正面去跟美国冲突去对抗，是做不过美国，干不过美国。但是呢他很强大的这个集权的力量呢，他可以牺牲掉公众的利益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对不对？他直接可以下一纸命令就可以把禁止往美国去旅游到美国来留学，他可以做到，他完全就可以做到。他也可以随时下一纸命令说这个每人每年5万的额度暂时停止，他也不是说完全解除，暂时停止。如果你需要外汇，你可以依法向他们审批申请。他完全就好像你去游行一样，你可以有游行的权利，你要去申请，你换汇也是你要申请，你想留学可以申请，他没有说杜绝。但实际操作层面他完全可以这种采取这种软性的措施来去应对。那这个代价其实都需要14亿公众去承担。那中国政府他有这样的操作的主观的动机，也有这样实际操作的能力。那对于美国来说，如果说中美贸易战对美国有影响，比如说它的一些物价有上升的话，短期内那美国公众是不是真的像他们理解的那样可以忍耐一年两年，还是说他就不能忍耐，也有一些反对派去上街去抗议，那就有后续观察了。但是对于中国投资者人来说，对国际投资者来说如果中美贸易战真的是要开打的话，我会觉得包括华尔街在内，包括中国的那个资本市场在内，都会有一些反应，而且是负面的反应，恐慌的反应谢谢。这是有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能扛一年左右扛到一年以后实际怎么样就不好说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那么我估计中国政府也可能就在做这个打算，我准备先跟美国扛一年扛到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打算对就是也许他们在想，就是说我先不退，我以牙还牙，先扛他一年再说然后在这一年呢再派刘鹤去谈判这都是可能的那么呢，因为您是写了两本书的就是这个一本是中国危机大逃亡一本是逃亡路线图，对不对然后呢你昨天的节目我也看了，也就是说人家问你秦伟平，你说这个危机的什么时候危机爆，这个中国危机能爆破能出现你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想问，就是说这个贸易战是不是就是这个催发这个危机的这个导火索如果这个贸易战催发这个危机不是现在，那么一年以后，就是说你说一年以后会不会成为这个催发危机的导火索？好，谢谢。那其实我在2016年呢就已经公开讲了这个中国接下来它的一些危机，那主要是一系列的危机，而不是某一个危机。它首先它可能是债务危机爆掉，然后接着是爆发金融危机，接下来是一个经济危机，然后会有持续1到2年那个经济萧条，那接下来可能就是一个社会危机，社会危机会引发到一个政治危机，最后会爆发难民危机。这是我个人也还有我们一个研究团队，有几十人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主要是在中国国内，其实也包括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高管都是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这样子一些比我水平高很多的人一起去就是设想了这样的一个路线图但是实际上这几年下来我们发现说基本上这种演变，包括大家刚才提到的一些股市的变化，这种汇率的变化基本上在我们那个范围之内，而且朝着这个方向去走。那我们之前是没有想到2016年的时候，真的是16年没有想到说中美贸易战这个是横空出世了，我们是没有算到这一点。我们只知道不太容易算到对，但是呢有一点我们想讲的是什么呢，中国本身如果说经济基本面非常好的话呢，是不会惧怕这种贸易战的，或者说贸易战对它的影响其实也是很有限的一个范围。但是整个经济基本面其实
到现在为止，现在18年中了，对不对？6月、7月份了，它其实基本面官方当然一直说的非常好，那个经济增长也很好，每年还有6点几的增长，是很不错的。但实际上，我认为它靠这种债务驱动，说实话已经是强弩之末。我们讲过它那个债务危机的一个情况，债务的情况，可能如果看国际市场的一些报告、研究机构的报告，中国政府的主权债务危机可能不严重，债务的话可能都在可控范围内，占的比例很小，甚至比美国的这种主权债务、比加拿大、比欧洲很多国家都低很多。但是中国的国情比较特殊，它的一些主权的债务，比如说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负债，这种表面是比较小，但是他们很多，比如说特别是地方政府这种融资平台，然后他们所背书的这种国有企业的债务加起来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加起来我们觉得说，按照2017年年底的数据的话，可能占了整个债务的 80% 左右。2017年底整个中国的 total 总的债务呢，大概是突破了250万亿，这同期 GDP 的是254%。那这个 80% 大概200万亿左右，就是其实是跟中国政府有关的这些债务就是很严重。他们现在整个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动力就是靠这个债务驱动，不停的负债，不停的去搞基建，不停的去就这样去滚动发展。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说，我们预测2018年年底他们整个债务可能会突破 300% GDP 的同期，可能又增加几十万亿，可能又突破300万亿，那可能明年2019年会到350万亿。我们不知道，因为中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国家，如果说像一个民主国家你债务那么高的话，可能早就出状况了，对不对？但是中国特别，我们不知道说是 300% 的时候爆掉还是 350% 的时候爆掉，我们没有人说得准，就是中国的这个债务危机。但是呢，但是它就像那个泡沫吹泡泡一样，它会越吹越大，越吹越大，就是未来的风险会越来越大。你如果爆掉的话，它对公众的影响，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甚至中国现在经济体量那么大，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都是非常负面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中国政府其实知道了，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风险，就好像您刚才讲到了，他们在警惕这个中美贸易战会让大家造成金融恐慌，包括那个朱小川也警惕说中国的明斯基时刻尽量预防它到来啊，这样子，他不是不知道，所以已经采取了一些去杠杆的措施。但实际上，我们发现说，他去杠杆的成效是非常有限的。这个就是你一下子把银行的那个流动性缩紧的话，很多人很多那个企业就死翘翘，马上死给你看。他一放松嘛，这些企业又贪婪的就像一个巨无霸一样又继续的去搞，他不计后果。所以这中国的这个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那这次中美贸易战这样横空出世的话，对不对？就是这个就叫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潮澎湃吧，或者不准，一会儿谈一会儿不谈，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对资本市场的心理是影响很大的。那最主要说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会更大。你现在中国现在今年到现在为止的这个出口，到今年上半年我看最新的数据，它已经是经常账户已经出现不平衡，是一个负数了，换句话说它支出可能会大于它的一个输入，外汇方面已经是比较紧张。如果说中美贸易战不管说它这个激烈程度是怎么样，它一定会影响它的一个它所谓的外贸顺差嘛，是不是？然后进而影响它的收支平衡，它的一个怎么说呢，它这个外汇的所谓的安全它就没有保障。一旦说外汇的它这个安全线失守的话呢，对它整个国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比如说每年它要推动一带一路，每年去大撒币，每年去反正大手笔的去做很多事情，它有很多掣肘，它就是有心无力。另外一方面包括它对整个资本对他们这个人民币汇率的控制稳定它也是有心无力。那这样子一旦会形成大家觉得说这个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去控制这些事情的话，那这样子的可能市场的信心会急剧的流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动荡和一个震荡嘛，这样子。那对于刚才讲的这个债务危机里面是政府部门，其实现在这两年多年下来，这个中国的私人债务危机我也非常关注，现在也差不多50万亿都是整个中国14亿公众里面自己承担的债务，这个债务也是非常非常高。特别是有很多拥有房贷的人我觉得是要打个很大的一个警钟有人觉得说房子升值自己很开心但是你资产负债率过高，如果说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整个房价出现重大波动的时候，你可能随时就破产了。这个其实你别看到现在所谓主要是中国中产阶级生活也很好，有房有车，甚至有2套房3套房，他真的是离破产之间可能就很近很近。
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说，要未雨绸缪啊，勤带雨伞，要时常去检查自己的一个资产状况，要降低自己的资产负债率，不要天天有人问我说，秦先生，那个明斯基什么时刻什么时候到，那个房价什么时候崩，股市什么时候彻底的怎么样？到了那，你知道哪一天对你有什么意义吗？你最有意义的，你知道那一天迟早要来，你应该尽快在那天没有来之前，你应该感到幸运，应该赶紧去采取措施去做。就好像您刚才提到说，那个房产有人多余的房产要处理，有负债的或者没负债的，对不对？包括一些美元要。我一个朋友昨天告诉我，他在上海，他把房子卖了，亏了几十万，啊，对呀，就是这样的话，他也愿意出来。他说这个明显的感觉到这种恐慌对他的冲击，我觉得。哦，他就是要卖房子。您这位朋友，他其实就属于一个正常的反应。嗯，他也不算后知后觉吧，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普通人的反应。我在比如说我跟我们的一个观众啊，或者怎么样，我一些读者，特别买了我们两本书的读者，可能两三年前他们就知道这个信息，就把房子卖掉。我们有很多这种成功的案例，他在那个高峰期，他能把房子卖掉，然后把钱又转出来，有转到美国的，有转到香港的，有转到欧洲的，对不对？打个比方，那个是他个人的资产，我认为他是又不是贪官，我不会教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是很好的保护自己的一个资产安全，是不是？包括有人他采取移民各种办法移民，他可以早一点做。你不能倒那个天已经变了，那个股市已经暴跌了，然后房价已经暴跌了，那个时候说啊我要卖房，对不起，那个时候你根本就白菜价都卖不掉。啊，所以什么东西要早一点做，早做准备，不要真的伸着脖子问啊那天什么时候到来，你老是说到，我不是神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甚至上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到来，他可能是大家意想不到的，突然一夜之间就到来了，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因为这个泡沫吹，大家吹过气球吗？大家我如果吹过气球，你知道一下吹，你看到气球越来越大，你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爆掉，但是你吹到某一个临界点的突然蹦爆了。那个整个经济，中国经济也是这么问题，他那个债务危机什么的爆，我们不知道，没有人说，没有一个标准说啊，虽然国际上有个警戒线说你那个债务超过 GDP 的 200% 就应该警戒了，但是没有一个标准线说是啊到了246或者到了287就爆，没有，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中国现在已经超过就是 254%， 到今年年底有可能是 300%， 没有人说告诉大家说 300% 就一定爆，没有，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但是呢这种风险是越来越高。因为现在很简单的，你大家看看整个中国经济它承受不了这种 GDP 的大幅的下滑，一下滑这个失业问题会很大很严重，会进而影响它整个所谓执政的安全。你看出口如果在下滑，对不对？消费大家知道消费什么状况，大家谁有钱去消费，多少人有钱去消费，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投资了，投资硬着头皮上，债务泡沫继续大，如果不上不立马死给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非常尴尬，非常非常困难啊。当然中国政府有没有解决方案，当然有，我在中国危机大逃亡里也讲了，中国政府他可能有三个应对方案，那以后有时间再谈好了。只是现在前期会比较紧张。谢谢。这个刚才你谈的就是这个外贸账和外汇储备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人民币的影响啊，引发人民币泡沫的这个崩盘啊。那么呢，这个从现在来看，贸易战开打，那么呢，这个外汇储备会立即减少，是不是啊？毫无疑问。如果贸易战不开打呢，从长期来看，中美之间这个贸易这种巨额的这种利差也不可能维系。因此呢，中国政府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面临着一个外汇的这个短缺的问题啊。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啊，这个经济的血脉问题呢就会有影响。是不是这样说，就是说如果美国一旦意识到这个外汇利差是一个问题的话，将对中国的经济产生长期的影响，这个长期的影响后也会导致这个啊你说的危机的来临，即使没有贸易战也会有这种危机来临。对，大家想象啊，中国政府是什么时候开始在限制这个就是资金流出的，他不是因为贸易战，在贸易战开打之前，没有任何迹象之前，他已经在采取这些措施了。从外汇储备，从应该是2016年嘛，从4万亿，当时借的是4万亿，一下子一年下来下降1万亿到3万亿出头一点，他们就很紧张，发现不对。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有一些资本，国际资本的流失走掉，那有一些是因为一些外逃资本，那这种资本就很微妙了，有一些是贪官跑掉了，也有可能是一些普通老百姓、中产阶级，甚至一些富豪他资金流出来这样子。还有这个内政的把人吓跑了。对，就各种理由都有了，就是政治的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都有，所以中国政府他非常清楚他的命门在哪里，他非常清楚，所以
他没有贸易战他也会这么做，现在有了贸易战，说实话只是说让他们这个前景越来越不乐观。那中国政府他的外汇储备的前景不乐观，其实就意味着我们14亿中国公众的前景不乐观，大家一定要想清楚。不要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啊，那个贸易战美国就把中国打垮了，我们就好了，我们就民主了，我觉得这完全是做梦。我直接给大家泼一盆冷水，这个在那个中国要有好的变化之前，你们先想着怎么样度过接下来的危机，然后度过之后你活着才能看到这个选票的那一天，真的是谢谢。好，记住了啊，要度过一场危机才能看到有选票的那一天啊。这个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啊贸易战和这个经济危机的关系，以及这个明斯基时刻这个概念啊之间的关系。我知道就是说我们啊采访的一个嘉宾叫贺先生啊，他谈到了明斯基时刻啊，他谈到了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引发的啊几大泡沫啊，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这个啊债这个债务啊泡沫、楼市泡沫啊、这个人民币本币泡沫啊一系列的泡沫，包括股市泡沫。然后呢，他觉得这个啊明斯基时刻啊，这就是说在这个在来临。那么您的这个观点呢就不一样，就是你说现在明斯基时刻还没有来临，所以说我想听听你到底就是说这个啊明斯基时刻啊怎么回事啊，这个他的来临的一种预判。好，谢谢。那这个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学术观点或者一个判断也不同啊。我知道贺先生这个观点引起海内外很多关注因为大家都很关心这个点什么时候来嘛，对不对？我觉得我一个直接的判断，我是觉得说这个明斯基这个还没有到，但是我一直在讲他随时都能来到，我们不能确定他哪天到，但是呢他随时都能到，但是到的时候那天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为什么？因为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温柔。大家没有时间，没有那么闲情，还在那里视频上看看别人怎么说，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你可以看到真的是天台在排队了就是中国的明斯基时刻来的时候，每栋楼的天台可能就要排队跳楼，就是、真的是有这么惨这个惨的程度我是难以想象的。我觉得对，我记得你在我的节目中提到一个数字，就是说有上千万人生命不保有这么恐怖吗？我曾经说过这句话，但是呢我想明确的是，在明斯基时刻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多人去上天台跳楼不会那个上千万人死伤是出现在什么概念？明斯基时刻到来的时候就是中国债务危机破灭的时候，债务危机爆掉的时候呢，接着马上就紧接着会引发金融危机，这时候在第一波动荡里面会有很多人会血本无归，会很多人倾家荡产，会很多人破产。那这个时候有些我们讲比如说1%或者1000%的概率好了，就这些人个别的人比例很小，1%到1000%，他心理素质比较差，然后破产之后一时想不开然后就跳楼，这样子打个比方是这样。你看起来1%1000%这个比例是很小，概率很低，也是很合理的一个估算嘛，对不对？但实际上因为破产的那个人群可能非常大，所以跳楼的人可能会比较多。其实在每一次大的金融动荡金融危机里面，全世界都有这种跳楼的案例，没有例外，这个人性都是一样的嘛。美国有人跳，但没那么多。你说2015年那么大的这个股市危机，您听说过几个人跳楼的？我想股市危机啊，股市只是股市危机，还不叫还。你看2015年那个中国股票这么跌，2008年也是这么跌。那中国有说是有人在讲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吗？有人这么讲吗？没有吧。它的影响面还是比较有限的。还算不上这个真正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爆破，这个破掉了，这个就好像那个炸弹一样，这个是真正的核弹级的，会比08年15年那个伤害会大很多很多倍。那最主要一个是你可能会看到，大家会看到这个股市的继续的暴跌，比如说现在多少点？2700点，大家从3000多点接到2000，你觉得会觉得很受伤。其实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还是属于可控的范围嘛。如果要跌到1500，我记得。对，如果对你记得我上跌到1500点是属于正常的。如果真的是那个爆掉，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爆掉之后，就是1500点，甚至可能还会往下走。那个时候真的要死很多人。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如果光股市跌，影响还小，你会看到同时会看到什么？人民币会爆贬，人民币现在还对呀、啊，你只要突破1:8、1:10，那个时候就是叫失控了。
那个时候就不是说大家有心情还来看民进节目，还听秦伟平怎么讲。那个时候大家逃命去了，要么就天台去了，要么就逃命去了，很恐慌，这种巨大的恐慌，而且人人恐慌会把这种恐慌无限的放大。嗯，而且我想告诉的是，你有三个指标啊，衡量明斯基时刻的债务危机啊，一个是汇率啊，1:10啊，这个我记住了，一个是这个股市啊，1500，还有一个呢，房价，是，对，房价，房价30%到50%，30%到50%，那跌到那个程度，那差不多就是。明斯基时刻就是，你就傻子也知道这个已经天下大变了，这个时局不一样了，真的是太糟糕太惨了。那个是，所以我希望那天最好不要到来，最好我的判断是错的。如果到来的话，大家也不要去天台。然后我一直在鼓励说，中国政府你赶紧出台一个叫个人破产法案，让这些破产的人有一个基本的尊严，可以生存下去，不要把他们逼死。其实这个时候很多人破产之后是被逼死的。是被那些债主银行也好私人债主也好就逼死了。这个我们其实就没有到那一天。其实中国现在我刚才提到这个债务危机，很多政府可能债务危机他可以去通过转移给老百姓。其实很多私人老百姓的这种债务危机已经爆发了，很多人不知道，你去各种负资产银行借贷最后逼的自杀的很多啊。其实我们报道的可能不多，可能零星的时不时的每个月可能看到一两个案例跳楼的，但实际上真实的数据可能已经是比较大了。这还只是说没有真实的，没有完全爆掉。如果你想要楼市跌30%、50%，人民币这样狂贬，然后股市这样暴跌，跌到这个程度，很多人破产是很现实、很正常的嘛。但是破产之后，大家有没有退路？其实怎么，如果从人生长河里面，如果遇到破产这种事，你碰到了这么，这是多少年一遇？中国是多少年一遇啊？至少几十年一遇的这种大危机。你也就认了嘛，也就最好不要去做极端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再挺过去，后面的危机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也想说，这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中国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像民主国家，如果爆发这种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之后，它可能3-5年之后就慢慢能缓过来。但中国接下来可能会有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然后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在《中国危机路线图》和《中国危机大逃亡》里说到了。可能有3000万人死伤，不是出现在第一阶段，不是在明斯基时刻爆掉的时候就那么多人死亡，那个时候非常少，占的比例很小。虽然每天的朋友圈，我们说朋友圈都会看到这种消息，但是那个比例很少。但是大部分的出状况是在整个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难民危机的阶段，爆发的。所以我一直在提倡或者表一个观点，在整个危机的前一个阶段是保财，你怎么样保证自己财产安全？到这个危机的后面几个阶段，就是你要想着怎么去保命，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是我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多采取一些措施。那有人觉得说啊，我有钱，你看我很聪明了，我换了很多美金在我家里，我床底下有5万，我家里那个树下放了8万。实际上，你光有美元也未必可以全身而退。真的是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时候，社会动荡的时候，啊，这里面的很多深层智慧可不是那么容易。我。希望大家多做几个备选方案比较好，谢谢。从这个样来看呢，就是说，明斯基时刻啊，你也不要想得太恐怖啊，它只是说在你的这个危机系列中的啊债务危机这一段啊，这个时候呢也不会血流成河、死伤无数啊，就是有些人不会，就是一些人破财而已。你如果想开了，你也逃不去了，对不对啊？对。但更大的危机就是后面的社会、政治和难民危机的期间，那个时候人可能就财保不了，命也保不了，这是这样一个阶段。嗯，这个代价就是，我们非常不希望说，整个中国社会付出这么大的一个社会代价，这实在太高太高的代价，当然，中国政府。在这里面会不会坐以待毙？我觉得他肯定不会坐以待毙，他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我们不会低估政府采取的措施，但是不管采取什么措施，大家，只要你在中国，当然其实我们在海外也可能要关注，都会做好买单的准备，或者你这个说到中国政府了，对啊，中国政府呢，在应对危机方面，就是说他有别的国家不一样的手段啊，例如说他可以用。刚才你也谈到了，他可以用这个非同一般的手段来做，别的民族国家不能做的事情，他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啊？你说5万块钱的这个外汇，我不让你这个去拿5万，我给你就给你1万，而且还有审批，是不是啊？
对，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对。还刚才你也提到留学的问题、旅游的问题啊，你不能那么自由游了，你每一次游都经过我批准啊。通过这些方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啊，我担心就是很多人谈中国崩溃，对不对啊？但是中国最好没有崩溃。那么这一类的从明斯基维克、明斯基时刻这种债务危机，一直到最后出的难民危机，是不是也是一种崩溃论啊？那么中国政府呢啊，也有办法去应对啊，让这种危机不至于在某一个阶段就发生，它可以解决某个阶段的问题，在某一个阶段出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它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是吧？例如说，你说你要爆发明斯基时刻，那么我不跟美国打贸易战，我打一年以后我不打了，那不就没了吗？对不对啊？对不对？是这样子，小平老师啊，嗯，这个贸易战打不打可是由不得中国，这里面就是蛮有意思的话，我不以牙还牙了，你行不行啊？对不对？啊、嗯，这个就好像两个人，如果说关系交恶的时候，不是他要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如果想去搞你的话，想去把你的竞争力打下去，啊、他不是说你想停就停的，这是第一个，我们不知道，当然很有可能就停了，但实际上来说，即使没有这个。贸易战不打或者说没有发生，那中国这个危机一定还是会发生的，就是它那个泡沫它一定是会破的，只是说破灭的时候中国政府会怎么应对，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嗯，那作为西方国家它肯定就是那没有办法，这个代价一下子就很惨了，是不是？那对于中国来说，刚才讲了，如果明斯基时刻到来，中国政府会采取一个非常极端的措施，而且这个是措施，我认为在目前观察下来，我之前在写书里面是有三个应对措施。那现在来说，它最可能的一个应对措施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股市动荡嘛，是不是？楼市暴跌嘛，对不对？啊，人民币也暴跌嘛，是不是？它你这个三条，那全部把你封死，不让你交易。对，暂停交易，楼市全国同把所有全国的楼市交易全部冻起来，暂停交易，无限等待新的通知下来再说。然后股市也暂停交易，不是说你。个股停牌的问题，1000个股票停牌的问题，是所有的股票全部暂停交易，那这样你账面上不也没问题，反正都死在那里嘛，定死在那里，然后你人民币全部就是放弃这种兑换，你想兑换都难，别说就是一旦，当然是官方指导汇率的，它可以说是1:1也可以，但是你换不了啊，没办法，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做好什么准备呢？他必须配套一个什么呢？就是那是中国政府的一个他的一个采取的措施，他可以配套一个计划经济，他已经做好准备，他可以全中国放弃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然后走计划经济道路，全国实行 P 几制，然后呢他可能还会全国在紧急状况下实行军管，全国实行军事管制，他肯定可以保证他政权的稳定，这是一点这是他最关心的也是，然后呢所有的这些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危机的表现形式会有另外一种形式的表现，他还是走这个路，但是呢表现形式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到底是福是祸我不好说对于老百姓来说，我觉得无论是走这条路还是那条路，其实都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路，我们还是积极的去面对吧，我只能这么讲。但你不可能，你没法想象他有些时候一些招啊怎么出的，你说2015年这个股市大危机的时候，他把这个公安部副部长派到股市去，另外这个来一个恶意做空，对不对啊？他来了个恶意做空，所以你一般的人不能理解他这种手法是怎么出的。包括现在的中美贸易战，我认为是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借口。如果说中国经济因此而出现动荡、出现下滑、出现崩溃，他会把这个责任通过他的官媒、通过他的御用学者，全部把这个责任转嫁到美国身上，认为说是美国造成了中国的这一次危机，这次动荡，这次崩溃，然后会煽动民间的这个反美仇美的情绪，然后把美国做成一个相当于一个退阵羊，然后继续去实行这种恐吓啊或者洗脑的统治，然后保证他政权的一个平稳的过渡。当然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可能会度过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岁月这样子。嗯，所以说这个说了中国要准备这个老百姓饿几年肚子，这他们也有这个想法的啊，把中美贸易这个打成零啊，老百姓饿几年肚子啊，这个他们也有人做这种宣传的。所以说中国政府他不怕美国，好像他不是说完全没有底，他不想跟美国打贸易战，但是他真的还真不怕，因为他不是一个非理性的，不是一个理性的一个国家，理性的人在那里在谈事情。我们可以从朝鲜的那个角度去看看朝鲜的那个经济水平怎么样，
他的公众的生活水平怎么样，然后经济社会稳定水平是怎么样。即使在这么糟糕的情况，中国政府现在比朝鲜要好了很多倍，是不是？朝鲜都敢跟美国叫板，然后去还去叫什么先军政治，对不对？还去老百姓汤都喝不上，肉都吃不上，然后还去挺了这么久，他都可以这么做。那中国说实话，大家知道，如果中国也是最后变成这个样子的话，他的政权稳定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他们官方那个官僚集团的生活水平也不会太大的问题。惨的是谁？吃不上饭的是谁？饿肚子的是谁？死于非命的是谁？被关到可能会关到新时代的集中营的又是谁？所以大家要有这个，就像下棋一样，你不能就看一步走一步，你起码要看五步十步，你才能会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谢谢。就最后倒霉的就是那些傻乎乎的到了梁家河去参观访问的那些人，基本上就是这样啊。有脑子的人是不去的啊，是不是啊？有脑子的人不去的。所以说这个今天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啊，官方自然说啊，贸易战啊有可能引爆金融恐慌，但是秦先生说呢啊，这里面呢有过分的解读啊，因为金融啊恐慌和贸易战的关系呢，这中间呢有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呢啊不会产生这种恐慌，只是一种心理上的，真正的有实际效果带来的这种金融恐慌呢，大体是这一年之后啊，这是一个啊这个秦先生的一个观点。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明斯基时刻，就是对应于他的这个系列危机的债务危机阶段，在这个危机阶段呢啊资产大缩水，就是有一些人要破财啊，还不至于发生这个啊人身安危的问题。真正的人身安危是在随后发生的一些阶段，就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那个难民危机的阶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呢啊这个啊贸易战、金融恐慌和各种危机到来之后呢啊，中国政府呢它有一些出其不意的应对措施，这是作为一般的这个民主国家啊政府是无法出的手啊。即使它啊退化到北朝鲜那样一种地步的话呢，它也有办法啊跟美国去叫板啊，它也有办法让自己这个生活不受影响啊，让你倒霉的是老百姓啊，是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大家要明白秦伟平先生今天意思，还是意思就是说，面临的危机没有来的时候呢，你早做准备，早做打算，这样既可以保财，也可以保命，大概就这样一个意思，对不对？秦先生还有补充吗？啊，谢谢小平老师总结，你那个总结归纳能力是超强的，谢谢谢谢。好好好，感谢这个秦伟平先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啊，感谢我们的网友的收看和收听。我们那个这个礼拜五呢，我准备请几位嘉宾来继续谈啊贸易战。那么这次贸易战呢，我讨论的核心的问题是贸易战经济因素之外的这个啊非经济因素啊，政治因素啊，新冷战啊，这些方面的问题啊，请大家关注啊。秦伟平先生也会参加我们的讨论啊，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也感谢我们的导播。最后谢谢秦伟平先生，啊，谢谢小兵老师，谢谢观众朋友们支持，谢谢，再见。好，再见，我是廖天琪，现在我在德国的多特蒙特市，在我旁边的是王维洛博士，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王维洛博士写的一些专业性的文章，因为他是水利专家，而且对于中国的三峡大坝有特别的研究。维洛你好。刘老师你好。维洛，
中国常常在夏天的时候有这个汛期，就闹大水。今年我们还没有怎么听到什么消息，但是我知道去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大的一个汛期，而且中国这个差不多有11个省份都闹水灾，而且好像有60几个县市都受到大水的冲击。那么这个受到冲击的这些城市有很多就是在长江的中下游的，那么所以有一些人就在想，这个到底跟我们的三峡大坝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个问题有点太泛泛的，我想首先我也许再容许我说几句话关于王威洛博士，他是在杭州上的小学和中学，那么大学是在南京大学读的。这个之前你上山下乡在那个北大荒很多很多的年到1985年你就出国留学到了德国，但是在你大学期间到你出国之间，这1980年到1985年之间，你参与了中国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工程的评估，就是长江三峡大坝到底该建还是不该建，请你说一说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介入这个长江三峡大坝的修建的评估。我们当时参加的是就是三峡地区国土规划，那么三峡地区国土规划呢是比三峡工程这个规划更高一级的规划，就是说我们要在全局上布局，为整个三峡地区，那么特别是为三峡工程做准备。比如说三峡工程上马了，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三峡工程的电谁来用。当时中国的规划三峡工程不是说中国没有电，电不够，而是当时是三峡工程生产出来的电谁来用，就是说没有需求，但是我们要找出需求来，那么我们就要找出很多的这个工业用纸的地方，就是说在这里摆个什么厂，在那里摆个什么厂，用这些厂呢来消耗三峡工程所生产出来的电。这和在工业发达国家的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市场经济下，它是一个相反的。市场经济它的首先是要有个需求，那么我们再通过生产呢来满足这个需求。那在中国呢，正好它是一个倒过来的，它就想我们中央的领导拍了一个下脑袋，那么它就有了一个供给，它就说我想出这么一个工程来，我就有这么一个供给，至于你有没有这个需求，那我就制造一个需求。我制造在三峡工程旁边摆很多工厂，那么来消耗三峡工程的这个所生产出来的电。这个 我听起来有一点不大懂，因为一般做一个大坝的话，或者做一个修建一个水坝，它有不同的功能，对不对？它是调节这个水量，比如说防洪，它可以先把这个水储蓄起来，然后它也可以比如说如果干旱的时候它就可以泄洪，就可以缓解这个干旱，防洪或者是储水或者是发电，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还有就是航运或者是灌溉。那你刚刚最先提出来的是这个发电的问题，我想这个我们是搁置一下。为什么要建三峡？三峡这个计划是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它有什么利，它有什么弊，为什么最后拍板？因为我据我所知有400多个专家，他们参与了这个整个的作为专家的这种评估，那么开始是他们认为是弊大于利，但是后来一下转过来了，弄来弄去最后大家说利弊大，而这些赞成这个工程的人后来据说很大一部分人都进入科学院了，反对的人就落空了，所以这个就是事实上是一个利害关系的平衡。那个时候谁正在主政，谁极力要上马，是李鹏吗？还是江泽民呢？还是更早还有其他人参与呢？那我们说三峡工程的话呢，那中国人喜欢说三峡工程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那么百年梦想他要追溯到就是孙中山那里。其实呢，孙中山呢在那个他的建业计划中呢就写了很短的一段话，那么他当时的目标呢是为了改善航运，就是顺便的能发点电，这是孙中山的这个。后来呢，这美国人呢就是萨万奇，因为萨万奇呢是美国最著名的这个大坝的设计师，那么他在1944年的时候呢到中国来呢帮国民政府呢搞过三峡工程规划，那么他呢建坝的目标呢就是发电用电力的生产化肥，用化肥呢增加中国的粮食产量，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萨万奇的这个目标。到了1953年的时候呢，那么毛泽东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有一个交谈，那么在那个交谈当中呢，林一山呢把三峡工程的这个想法呢卖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呢就问林一山说，那么三峡工程是不是能够在三峡这个口子上把长江洪水给卡住。大家记住，就是毛泽东要利用这个三峡这个大坝呢把长江洪水呢在三峡给卡住。他认为呢像打仗一样的防洪呢就像打仗一样的，我给这个洪水呢建个包围圈，给它包围在这个里头，一下子把它全部歼灭了。这个太奇怪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从黎兵父子这个已经几上千年的这个就知道水是不能够堵的，而是要疏导的，怎么他会想到弄一个大坝去把这个洪水挡住呢？那专家怎么说呢？那他这个是就是说你说的很对啊，从中国一直到1949年，中国只有23座大坝，就是说大中型的大坝，而这23座大中型的大坝呢，都是日本人在就是侵华的期间建立的。那么比如说像丰满大坝，又比如说像鸭绿江山的水丰大坝，这都是日本人在1937年的时候开始建的。大概是在1942、43年的时候开始发电的。从此之外呢，中国人呢确实是不推崇这个大坝的建设，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那么大禹的爸爸是因为毒水被最后被杀了的，那么而且也没有效果。那么大禹的治水呢是理舜啊，舜就是让它流。那么老子说上善若水，他说那么水为什么好呢？他说水处于低处而于万物不争，这是水的最大的优点。那么水处于低处是它的最大的优点，如果你用建坝的话，水就处于高处，对不对？水处于高处，那就水就失去了最大的这个优点了。那水在高处就会形成对下游会形成一个威胁。那么你刚才讲了三峡工程，它的有目标什么？有防洪，有发电，有航运啊，灌溉，有灌溉，有供水，有南水北调等等等等。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目标给它摆在一起来看的话，这些目标都是互相矛盾的，它是个矛盾的东西。因为大多数世界上大多数的党啊，德国的这个水库大坝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供水，供城市用水，那么其次才是就顺便发点电，很少是用来这个防洪的。我们下面讲防洪为什么。那么防洪和发电之间它是一个矛盾体，它是互相矛盾的。为什么是互相矛盾的呢？我们讲一个发电，你希望的这个水是满的，水越高，水库里的水越多，你发电就发的越多，对不对？效率就越好。你防洪的话是怎么样呢？
你把这个水库你得把它全空出来，你空了你才能蓄水，才能把洪水蓄在里头。嗯，所以你为了防洪的话，你必须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降下来。嗯，所以呢发电你需要一个高水位，防洪你需要一个低水位。你说到了运行的时候，你到底是控制这个水库在高水位呢，还是在低水位？你前面说的2016年或者2017年呢，2016年的这个大多数洪水都是因为水库调度出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个水库它的经济利益和水库的管理者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说我管这个水库，我下面的人的钱的多少是跟我这个经收益有多少连在一起的。我电发的多，那么我下面的职工的工资高，奖金多，收益也好。这就是一个错误嘛，这个应该分开嘛，管理人跟这个得利人应该分开，这完全是两码事。那中国不是有一个改革开放嘛？改革开放的它最大的成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包干，包干，给农民包干，包干了以后就是企业也包干，所有的都包干。它没有到达私有化的这个完全私有化的地步，但是它是半私有化，半公有化，半私有化。那么它就这个水库就包给你了，包给谁来包？包干，包给你了。那么你要承担所有的这个费用，你也获得了所有的利益。那么你总是要从这个水库里面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使得这个你自己的损失最小。所以呢，公众利益里面防洪的这个公众利益呢，它就不会就放在一边，就是很少去顾及它。这是这个就是中间的矛盾的这个东西。是，所以他们在做这个评估的时候，他们当然注意到这个之间有这种矛盾，那么就是事实上是一个平衡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他们在这个之间呢，他们是不考虑这个互相之间的矛盾，他不考虑互相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们在做论证的时候，他分了14个专业组，其中呢，比如说有水位组，有发电的，有防洪的，有泥沙的，有航运的，有机电的，有移民的等等，有生态环境的，这14个组，这14个组它是每个组都是独立的，大家不许互相看的。你不知道我A组不知道B组你在干什么，我等会儿再讲到。他A组不知道B组在干什么。那么每个人呢都是从自己最好的这个状态出发来进行论证。到了论证结束的时候呢，他又不进行所有专业组之间的协调。所有专业组之间的协调，我这里我在整个下面有他的所有的论证报告，他的这14份论证报告，你每一份单看，你单看这一份专业报告，你会觉得还不错。如果你横着看，什么叫横着看呢？就是说 A 组他在一个假设条件下，他假设条件下他所得到的结论，你把 A 组的假设的条件拿到 B 组去，那 B 组的结论就全部就被推翻了啊！我们等会儿回到这个为什么 A 组和 B 组之间呢？那么在做科学论证的时候，你很多是要把自己的这个要设一个假设的条件，就是假设的条件，你不能说我们举个例子，是比如说伽利略说鸡毛和铁球同时落地啊，鸡毛和铁球同时落地，大家都知道这个实验。但他前面有一个，他说如果在真空的条件下鸡毛和铁球同时落地，对不对？但是大多数人都不说这个如果的，不说如果的，你不说如果，对不对？你只是说鸡毛和铁球同时落地，那么大家都会想这是错的，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给定一个实验的条件。
那么我们这里就碰到这么一个问题，移民组他说了，他说三峡工程啊，它的这个蓄水位是海拔175米，它175米，他说它的高峡处平湖嘛，高峡处平湖，那么是平的，坝子处的这个蓄水位是175米，嗯，这坝尾也是水库的库尾也是海拔175米，对不对？嗯，毛泽东说的高峡处平湖，平湖嘛就是平的，嗯，对不对？那么你要想，如果水是平的话，这个水流不流了，水就不流了，那个泥沙它会不会流下去呢？它就不流了，泥沙就全部在水库里头了。所以泥沙组说呢，说这个三峡水库呢，它不是平的，它是斜的，它是斜的。那么它的斜度是多少呢？它的斜度是1/0.7。嗯，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数字。但是三峡工程呢，这个水库呢，三峡水库呢太长，它有600多公里。我们把它化作简单的话来说呢，1/0.7呢，就是说100公里有7米的水位差。100公里有7米的水位差。那么从三峡大坝到重庆超过600多公里，它很长，那就是从重庆到到宜昌了，就是三斗坪嘛，三斗坪，宜昌的三斗坪到重庆，就坝子在三斗坪到重庆，600多公里，那600多公里每100公里是7米，42，它起码有42的这个水位差，就是说，如果你移民组说海拔175米，它后面还是175米。他就按照这个做的，那泥沙组说对不起，我们做我们的，和你移民组没关系，那么他就做1/0.7，就是说他有42米的水位差。那么防洪组说呢，防洪组说我们的这个三峡水库呢，这个防洪能力大得不得了啊，防洪能力大得不得了，它呢能防百年的洪水，千年一遇的洪水和万年一遇的洪水都能防，它都能防。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有221.5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对不对？那么它的防洪库容应该怎么算出来呢？就是说当三峡的水库蓄到海拔175米的时候，它有221亿立方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杯子里面，它从水很少的地方蓄到水满的地方，它有221亿立方米，那么就是说它应该是在高水位上，对，坝子处它是在高水位上，那么它如果是它蓄到坝这个高的时候，它没说我移民的那个淹没线是怎么样的，它没说了，它不说了，它就说我可以蓄到175米，但和移民组的那个线是有斜的和不斜的，它没关系。如果说我们这175米再加上42米，那重庆是多少呢？200。就是这不同的小组，他们从他们的这个最佳的这个条件定下来，但是最后总和的时候，这些他不总和，怎么可能呢？他采取的办法，他是不总和。他是这么，他就是这么，他最后汇报会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啊。汇报会的时候，假你是移民组的组长啊。最后一句话，他只要求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你给我说一句话：移民是否构成阻碍三峡工程上马的因素？他当然，移民组长说了，
但不是构不成，对不对？那泥沙组的他也说了构不成。你现在要告诉我，就是说这不同的小组，他们最后在做最后总结的时候，没有合在一起做一个总评。对，没有，这个太荒谬，怎么可能？你看你简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状况，你这样解释，我们都懂。专家怎么会不懂？专家他告诉你，怎么会不懂？你不要去管人家的事情，怎么可能呢？怎么不可能呢？你要想。在这么一个政治框架下，我们假想所有的这个中国的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家他追求什么东西？追求两样东西。中国的科学家追求的名利，而且呢，名在利之前，对不对？名在利之前，你就写你的东西了，你写你的东西，你不要去管人家的东西，对不对？你要是。所以我和你说，三峡工程单个报告你往下读都很好，哎，都不错，都不是很好，都不错。你要把它条件换一换，A组的换到 B 组去，全都错。你要把它摆在一起打架，它也错，它自相矛盾的。所以说我不怕你们谁说三峡工程是对的，你先把它证明了，我A打 B， 我的所有的论据都是A 组的论据打 B 组的论据，我就是用 A 组的数据，我用的是 A 组的数据放到 B 组去，对不对？用移民组的说的是平的，我就问泥沙组，水库是平的，你泥沙怎么出得去？是，你出不去，对不对？我所以我不担心别人说王维洛你错了，我告诉你，那我听你这样整个的解释，这不整个就是个笑话吗？这就是一个笑话，三峡工程就是个笑话。好，那个你最近写了一连写了四篇文章，说三峡大坝为什么必须拆，而且早拆比晚拆好，你列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最主要的就四个论证，你可不可以现在给我们解释一下？现在就当这中间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但是我现在不想你跟我一个一个解释每一个小组他的那个，我让你告让用普通的话告诉我们为什么三峡大坝必须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三峡大坝，如果我们讲一个大坝工程的话，一个大坝工程它是一种。交换一种利益交换，它有好处有坏处，你从站在哪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它能发电，利用水力发电，但它也有很多坏处，它有很多损失。那么我们先讲，就是我们讲为什么讲发电这一块呢，比较容易讲。那么三峡大坝现在每年的发电量是将近1000亿千瓦小时，1000亿千瓦小时，那1000亿千瓦小时呢，相当于多少呢？大概相当于北京2017年的用电量。北京市一年2017年的用电量，就说我们三峡生产的一年的电，正好够北京用一年，用一年，你看用一年。OK， 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呢？我们迫使了150万人搬家，这是最直接的，150万人搬家，对不对？大家都看到了。那我就问北京的，就是150万人相当于北京的多少？1/14，那他2000多万人，为了北京的用电，我让你们14个北京人当中有一个人离开北京，你干不干？那人家就说我有点疯吧，对不对？我不能就是说1/14的人要离开北京为了我用电，对不对？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对不对？我们土地的淹没，我们就说土地的淹没有多少，为了三峡我们淹没了600平方公里的土地，600平方，对不对？包括了很多的这个最肥沃的这个农田和这个果园，对，我们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还有
如果我们说一条河流，我们去理解一条河流，那条河流它有很多功能，河流它自己有很多功能，进化的功能，对，河流是进化的功能，大家都玩过这个东西，大家也都知道以前我们的古人他就靠着河流是旁边生活的，他洗衣服也在河流里面洗，对不对？洗完了这个洗菜也在河流里面洗，那我那时候的河流它为什么不污染呢？对不对？那时候的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臭脚丫也都在河里洗，小孩子大小便都在河里对对对对，为什么这个河流它下面的人他还喝着我们那个水呢？对不对？这因为是河流它有自净的这个能力，这个水流越大它的这个自净能力就越好，那么河流的也能保持的越干净。如果水流它不动了，水不动了，那它就很就把它挡起来了，它因为流速就变慢了嘛，流速变慢的话它的自净能力它就变得很小，它的自净能力就变得很小。三峡工程就是长江是中国河流里面水质最好的一条河流，在三峡大坝建造之前，长江三峡河段的这个水是当时是平是二级水，相当于现在的一类水，现在中国的一类水已经很少了。那么根据现在的说法，三峡水库的水是三类水啊，还可以作为饮用水，按照中国的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对比一下德国的这个标准，中国的三类水的标准是和德国的什么水有一比呢？就是德国的这个污水处理厂里面刚出来的水，污水处理厂刚出来的水，处理过还没处理过？处理过，处理过，刚处理过的污水，对吧？这是中国的这个水平，中国的这个水一类水平，中国的这种三类水平就可以作为自来水厂的这个水源的这个水平，就是人们打开自来水里面出来的那个水，不是自来水厂引这个引进来，引进来还要再进化，最进化的那个水，这是这个叫做那个就饮用水水源的。那么如果我们把三峡工程现在的三类水处理到三峡工程没有三峡工程时的这个一类水的水平，需要多少钱呢？大概每立方米呢需要五块钱，需要五块钱，按照中国的水平，中国的污水处理厂的水平，我给他算得很客气，我是象征性的给他算一毛钱，就0.1块钱。三峡的这个每年的流量是4000亿立方米，流过坝子出的这个水是4000亿立方米。如果我们要把这4000亿立方米全部都恢复到当初的一类水的水平，我们需要象征性的400亿元人民币，每年400亿。如果实际算的话，我需要20000亿人民币。如果真的算的话，我要20000亿人民币。我们三峡工程发电，它的销售额，销售额不是利润啊，是销售额，是 Umsatz 啊，这个 Brutto Umsatz， Umsatz 是多少呢？是250亿。所以说，我们是在做一个赔本买卖，我们在做一个赔本买卖，对不对？你这个交换你不值，交换你不值。对吧？你时间越长你赔的越多。那么三峡工程，尽管三峡工程现在已经建完了，那么三峡工程的所投入的这2200亿元人民币，这每一分钱都是从中国老百姓的口袋里掏出去的，不是国家投的，也不是三峡总公司投的，也不是长江这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投的，而是中国老百姓投的，是从一种特种税里面投扣除的，这叫三峡建设基金，就是说从老百姓所消耗的每一度电里面要增加0.7分钱
这0.7分钱作为一种特别税，就支付给建造三峡的三峡工程了，来建造这个三峡工程。所以换一句话说，就是说，当初建这个三峡花了2200亿，嗯，那现在通过发电它的销售额还不是净赚额，嗯嗯，就算它那个的话是250亿、嗯，可是如果要净化水要400亿，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赔本买卖，就是，所以这个 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一直在投进去，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但这是你站在谁的立场上来看？你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我是个老百姓，对老百姓的立场上，你是永远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但是对于三峡集团，对于他的这个三峡集团，对于长江股份有限公司来说，他没有投一分钱，是他净就是拿到了250亿的这个销售额，嗯，250亿的销售额，他也不投钱去净化那个水，他投什么净化水？他就告诉你，这是我符合那个了，他水质变坏了，他说和我谁都在这些三峡这些股份公司里面是谁什么人？最早的时候，我告诉你，三峡公司它是三峡集团，当时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华能，当时的参加投股的有一个是华能，华能当时是李小鹏，是华能的总裁，所以呢，李鹏家属从这个里面呢，他拿到了大笔的好处，而且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就是水库大坝项目呢，都是在控制在这个家族集团的这个手中的。那么就是其实三峡是一个最典型的这么一个东西，从老百姓那里拿了那个钱，变做了国有的资产，对国有的资产呢，又到了私人的口袋里去。他现在所有的，你不要我们刚才说的三峡的这个发电机，他每年发1000亿度电，这三峡的发电机它不归中国老百姓所有，老百姓投了钱，那个发电机不归你老百姓所有，这个所有的发电机归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这是股份有限公司，对不对？股份有限谁都在里面，谁属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属于谁？股份有限公司你现在都说不出属于谁，对不对？就是一些高官，一些那个地方的那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以前最早成立的三峡集团，还有华能集团，现在他们通过扩股什么，你就不知道他们里面具体的这个结构是什么样子。老百姓可不可以买股份？他们发不发？可以买股份，但是它里面大多数是原始股，嗯，中国是靠原始股的，你原始股买的可能也就不到1块钱。或者5毛钱一股，你现在买的最高的时候可能是13块钱一股，对不对？你买的一股和他的一股不一样的，对不对？他通过这样的话，就是你的钱到了他的兜里去了。所以这个三峡事实上是在吸人民的血汗，对不对？是这么一回事情。好，我现在再问你，刚刚已经说了这个移民的问题，这已经发生了150万移民，这个600万平方公里的丰美的农田化为乌有，然后这个水，它的净化，这个自然的净化能力消失了，它每年如果要去净化要花多少钱，还有什么欧尼，它能不能诱发水灾，能不能诱发地震，这个是我非常关心的。它第一个它不能防洪，首先是它不能，它的最首要的目标是防洪，就是他如果首要的目标都不能达到，他到底干什么呢？他不能防洪，为什么他不能防洪呢？就是我们前面已经不是说了吗？你这个三峡水库它不是一个平湖，对不对？它是一个斜的，这起码说是泥沙组说的啊，泥沙组说的，它是个斜的，对不对？它不是那个移民组说的那个是平的，我们就拿泥沙组的那个东西来说，泥沙组的那个是斜的话，那么如果你利用了这个防洪库容的话，全部利用防洪库容的话，你蓄到了175米，坝子处是175米，那重庆是多少呢？217米，重庆已经下去了，重庆已经基本上大多数就是老城区的地方就被淹没了，
重庆的，我告诉你一个，那个水位，水位是本来是175米嘛，对不对？175那是在那个就是三峡坝子那个地方，不是重庆那个地方。那重庆的这个朝天门码头，大家都比较熟悉。朝天门码头你也去过，朝天门码头最一级级往上爬，爬到最高一级是200米，海拔200米。200米，如果你朝天门码头再淹17米，你就想想重庆淹成什么样，对不对？重庆淹，那所以呢，它重庆不能淹，不能淹。重庆不能淹呢，就是三峡水库的这个蓄水呢，它不能高。2010年的时候，三峡地区呢发生了一次洪水。这次洪水呢还没有达到20年一遇的这个水平，没有达到20年水平。我们看它的这个运行的过程啊，这里比较专业点，大家请原谅。那么三峡坝子处的蓄水位是海拔146米，146米，比它原来规定的最低的水位只高出1米。它145米是它最低的，它是146米，就是说基本上三峡水库里是空的。上面重庆水位多少呢？海拔188米。海拔188米。重庆的这个瓷器口，老城区瓷器口，就是所谓的这个中美合作所那时候的所在的那个地方，它已经被淹了。淹得很厉害。那么所以呢，重庆呢就要求呢，三峡你再把水位放低一 点，对不对？你要泄洪放低点，让我洪水快点过去。这是重庆要求三峡，但是三峡最多还能放1米的水，那1米高的水它只留在145。那么我们看一下下游武汉是多少呢？武汉已经也被淹了，武汉也被淹了，对不对？2010年的时候，武汉也被淹了，对不对？那你不能够雪上加霜再放水，对，你不能淹，不能放水，对不对？你不能放水，你又不能蓄水，所以呢，它到了那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一个东西，它不能够调节，完全失去它调节。后来2011年，后来他们怎么样解决的这个问题？他就这么硬挺着，他就在那里，他就在那里做146米，调高到最高，他到148米，然后最低降到145米点，大概是11还是16，我忘了。这么一点一个水平，他就没有用，根本他根本就没用了。他就你重庆淹了，他说是天灾，对不对？武汉淹了也是天灾，对不对？这个他第一个他现在防洪他没有用。这个三峡大坝是2006年建完的，那么投入使用是2009年，所以一年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大坝事实上根本就没有用。最重要的功能，你一开始说这个发电，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其次，真正的是应该调节这个洪水、储水，对不对？结果一年之后就可以证明，事实上它是没有用的。那到底这些专家在做什么呢？政府说什么呢？这个是这么一回事情啊。三峡工程其实你要说长了，就是一个历史很长的一个工程，就是我们前面讲了，孙中山是要改善航运，萨凡奇是要发电，只是到了毛泽东的时候说要防洪，对不对？要防洪的话，它是有个条件的，不是说是水库就能防洪的，对不对？你得满足一定的条件，对吧？你说这个杯子的是盛水的能力大，还是这个杯子的盛水的能力大？当然是这个杯子的盛水的能力大，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水库的库容越大，它的盛蓄洪水的能力、调节河流的这个流量的能力它越大，对不对？那么这个小的它就小。那三峡工程从
就是1949年以后，就是毛泽东提出这个高峡平湖以后，中国的这个方案你可以看啊，我可以给你讲方案。最高的蓄水位是265米，苏联专家提出来的，海拔265米。这么013，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主任013提出是235米。嗯，啊，后来周恩来定了200米。那么013为了作为对比，证明200米是最后的极限，他做了195米和190米的这个对比方案。完了，完了，邓小平说150米的方案好，这邓小平说的。邓小平1980年的时候，他凭什么说这个呢？他懂吗？懂不懂？他先，我是说，邓小平是上当受骗啊！我们等会儿说这个事。为了水利部，为了把这个150米的方案卖出去的时候，他后备了一个海拔128米的方案，228米。那么到了李鹏手里呢？李鹏说呢，要180米，啊，才是对的。然后最后呢，通过的我们现在建的呢是海拔175米。嗯，那么它的这个防洪能力呢，它都一样的，都能防百年一遇洪水、千年一遇洪水、万年一遇的洪水。其实大家要知道，在工程上它是有数据可查的，就是说水库的库容和这个坝子处的这个河流的年径流量之比，这两个数据它是说明你这个水库的这个调节能力的。嗯，那么三峡工程水库的这个调节能力是多少呢？它现在是0.08，就是说水库的这个活动库容，水库的总库容，水库的总库容和年径流量4500亿立方米是0.08，这0.08，而工程上要求是什么呢？要求上真正要能做到的话呢，要大于一。比如说埃及的阿斯旺大坝，阿斯旺大坝它的这个比例就大于一。比如说中国的这个黄河三门峡大坝，它的这个比例也是大于一，当初苏联专家设计的啊，当然是必须大于一。你不能说这个蓄水位235米的时候，它的这个防洪能力是这么大，你蓄水位到了175米的时候，你还是这么大，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它就是骗人，骗到最后大家就受骗嘛，对不对？我是这么说，受骗。你要把问题讲清楚了，你要容大家把问题讲清楚了，这个东西就很容易理解的，对不对？嗯，是吧？嗯。你刚才说就是1949年的时候，中国只有大型的水坝只有23个，而且大部分是日本人建的。嗯，现在据我所知，在中国有将近10万个水坝，对，中国有大大小小的都是， 对， 对吧？ 对， 对， 对。那我想知道为什么现在，事实上现在国际上的趋势是大家都不愿意建太多的水坝，对，为什么中国还有这么多的水坝？而且这跟三峡的这个水坝之间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对，它是有这个，如果说中国的这个水坝的建水坝的这个来源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就派了水利部部长，到苏联去取经去。嗯，然后呢，这水利部部长回来呢，说我取回了真经，取回了真经。那么这个真经是什么呢？就是说建水库大坝，建水既能防洪又能抗旱，对不对？就像你刚才前面最早的时候说的，我把洪水蓄在这个水库里面，但那干旱的时候我放出来用，你说多好。但是你忘了一个前提条件，你得把洪水，你有这个能力，对，你要这个水库要有这么大，要把能把这个洪水蓄在里头，而且还保证后面来的洪水你还能蓄住，对不对？不是说蓄的这一次，这个谁都没办法确定，因为这个老天是不行，这个，老天他不听你的话。但对，1998年的时候，
长江洪水它是八个洪峰，八个，一个两个三个接着八个洪峰，你不知道你应该续哪一个洪峰，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后续它来不来洪峰了，所以呢你这个水库大坝的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真正的发挥效用，它要满足很多的这个条件，是不是说我们这个水上一说的，但我们现在简单的讲就是讲这个量，只是说这个量，对不对？它不够的话那你就续不了，完不成，但是毛泽东相信这个东西，这斯大林在他的这个叫这个书上想了，对不对？那么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就是我们的经验，那么中国通过三峡工程把这个世界上这个边缘化的技术就拿过来了，把边缘化的技术拿过来，你前面讲了这个工业发达国家现在都不建那个水库大坝了，特别是不建这个大型的水库大坝，对不对？那么他除了经济除了各方面以外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呢，他有一个这么一个考虑吧，就是说自从阿斯旺大坝以后，整个这个就是人的这个想法发生了转变，人的话发生了转变，就是生态环境的影响，它的在考量就越来越重了，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就越来越重了。那么西方国家呢，它的这个水库大坝建设技术和这个发水轮发电机的技术呢，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叫边缘化的技术，叫边缘化的技术啊。用中国的这个词来说呢，就变作了一个鸡肋了，变作一个鸡肋，是啊。那么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在4月24号还是4月26号啊，在李小鹏的陪同下视察了三峡大坝，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说三峡大坝是大国重器啊，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其实呢这个三峡大坝呢它的这个技术，我们说它的发电机的技术全部是从西方国家进口的，它首先它前面的12座这个水轮发电机是从德国瑞士和法国进口的，进口的技术，后面的14台技术呢是这些国家出卖技术在中国建造的，就是在中国建造的，这样呢这些西方的国家呢他通过了最后一次把他的这个边缘化的技术，就已经不值钱的技术呢，就全部都卖给了中国了，而中国人呢就还把它当作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个东西来。那么我们再回到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现在中国有10万座水库，如果10万座水库它都能发挥防洪作用的话，我们中国是不是还有洪水灾害呢？是吧？你看到的或者你听到的这个事情，它正好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中国的这个水灾它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为什么越来越严重呢？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出在哪里呢？当然和水库设计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这个水库大坝都是不安全的，它的建筑质量都有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它已经都到了大多数的水库都到了它的年限，到了年限，到了使用期限，到了一般是50年算，对，一般是50年，西方国家都按50年算，你如果你要延长这个生命的话，你就要继续投资，你要再投资，不是说你不能用了你必须拆了，你还要投，但是你投的钱也许就比你原来的那个造价还要高，你要继续修。这个中国的这个建坝的，毛泽东以来这种建大坝、建大大小小的坝的这个思维，跟西方好像刚好相反，跟老子的说法也是。老子不是说水在低的地方是最好的吗？对。那可是这个老毛他不是说高峡出平湖吗？这不刚好就相反吗？我当然也没有资格评价谁对谁错。那我们再说一下，事实上这个
好像东西方在对于这个水、对于河流、对于这种建坝的这种思维是刚好是不相，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在西方现在已经很少建这种大坝，他们用其他的办法，比如说给河道让路，河的两边他们退后退，对，后退很多多少多少里，就是水来的时候有它可以淹没的余地。那么在中国呢，是好像是要跟天斗，跟地斗，要跟这个水来争地，这是要修坝把它挡起来防它。这个到底这两种思维是相当的不同。那么从这个思维来出发，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坝，请你那个王洛卫博士，王维洛博士，请你做一个总结：三峡大坝到底是不是必须要拆？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么多的这些弊病，是不是要拆？能不能够拆？什么时候可以拆？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三峡大坝，它第一，它是有一个一定的寿命的，对不对？嗯、西方国家认为是50年，50年多的，他说是100年，最长最长的，我现在参观过的美国的胡佛大坝，它上面写着200年，它写的清清楚楚的200年，而且它每一天都在减少它的这个显示屏上减少，一天一天一天减少、嗯、距离结束还有多少、嗯、但是三峡大坝在我们中国领导人的那个年里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那是一千年，对不对？一千年的，当时1958年的时候，013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他说是200年，他使用期是200年。013说完以后，毛泽东说200年太短，啊，这不值，是吧？武汉的一个搞混凝土的一个专家，他在三峡大坝上马之后，1996年的时候给江泽民写过一封信，就是说混凝土的使用寿命只有50年，嗯，对不对？这三峡大坝的寿命不可能再长。那么我们再说参加三峡工程的这个泥沙论证的这副组长谢均衡教授，他在他的这个报告中说，他保证三峡工程在运行的前30年不出现问题。他只保证三十年。所以参加三峡工程的所有的这个泥沙论证的这主要的这几个专家，嗯，都在他自己的报告上写得很清楚，未来三峡工程的这个水利坡度将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42米的这个坡降，它会越来越大，重庆就是上游的这淹没的这可能就越来越大。到了有一天，重庆要被淹没的时候，三峡它就必须要拆，它就不得不这个会在30年之内，不在30年之内，对不对？他在按照他们的说法，在100年之内，嗯、在100年之内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你要到了这个问题沉堆的时候，你来拆。那么我的观点是，到了100年以后来拆的时候，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三峡水库里的这个泥沙淤积量就已经很大了，当这个泥沙淤积量很大的时候，你连拆都拆不了，因为你一拆的话，泥沙往下一冲，把长江下游的这些河道全部堵死，那么就全部淹没这个两岸的那个平原。所以呢，你那时候你是想拆也拆不了的，所以你还不如现在拆。这是从工程上它的必然，它必然是死亡的，这个来说等于是你现在王维洛博士，你现在给三峡判了死刑。那有的人说30年，有的人说50年，有的人说100年。那么你说早拆不如晚拆，最好现在拆。那么我是认为中国的
领导人他绝对没有这个魄力，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做这个事情。但他对这个他在他对于他们家属来说，他们还是能够利用三峡捞钱的。但是中国的老百姓现在还在付钱。我们刚才没展开说，三峡工程尽管它的造价造完了，两千两百亿，他老百姓付了。从2010年起到2020年，中国老百姓又为三峡工程付出了1300亿，是吧？2020年以后，中国老百姓起码还得为三峡工程付出1300亿，最起码的，或者是翻倍。而且很多是根本算不出来的。2030年以后，他还得付钱，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他的很多问题，他还要来就是掩盖，要掩盖这些问题，他就要花钱，他就要花钱。这个，那么。如果我们是中国人，现在考虑问题最多考虑的是钱，钱的问题。如果说庚子赔款啊，就是义和团庚子赔款，中国人每一个中国人是一两白银是吧？赔了4.5亿两白银，那么三峡工程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是40个、40个庚子赔款，因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为三峡工程所付的那个钱，那它不是一两白银，对不对？它起码是20两、30两白银。而且中国的人口现在比当初多了多少？现在是将近十四亿。对，14亿人呢。但是它这个性质。就一样的，你给那个时候是给8国联军，其实是13个国家赔钱，最后人家还是拿回来，拿那个钱回来给你建大学了，对不对？是，你是就赔了，对不对？我们就说赔了这么多钱，那中国老百姓他也赔了这么多钱，是，但他没得利，他没有得利，对不对？他一分钱没得利，他的这个东西就是。和庚子赔款我认为是一样的，是不是？你庚子赔款，你现在一喊那个八国联军这个国耻啊，要爱国，你喊得很多，喊得很响，对不对？你想一想，你那里付出去的也都是庚子赔款钱，给三峡。所以这个三峡大坝的这个修建，整个是一个。祸国殃民莫过于此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就是说是真的是一个违反人的智慧，违反人的理性，违反人类的历史的这么一个工程。它是违反，我认为是它违反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作为领导者来说，它是违反了一个治国的基本理念的这么一个东西。是，你刚刚说的非常的好，人类跟水是共生的，对，人和水，水不是我们的敌人，它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它又像一个猛兽一样，我们要去驯服它。他们用的现在的方法是错的，那么这个代价是由中国的人民来付的。对，这是你永远驯服不了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痛的一个教训。我最后的这一句话就由你来说，因为王维洛这个博士他写了很多的书，其中的一本是关于三峡工程36计，这个也是你经过很多很多年的一些思考的一个总结性的这么一本书。我希望中国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有决定权的人去看看这本书，我也希望中国的老百姓，普通的人，知识分子，都来看一看这本书。我想在这里再提一下，在那个400多个专家当中，有12个专家，他们没有在这个论证报告上签字，他们就是展现出他们的这个良心，一个科学家的良心。当然他们这十二个专家没有一个人能够当上所谓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工程院院士、嗯嗯、那么我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黄万里先生，他也不是中国的院士，对不对？但是他早就指出了，就是说三峡工程它是违反这个科学基本原理的，这是他必须要拆除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原因。好的，谢谢王文洛博士，谢谢。今天我们的谈话就到这里为止，谢谢。